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飞象。今天我们要玩个非常简单、非常暴力的游戏，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这排武器，哇，后面还有好多武器，去击败、摧毁这艘飞船啊、哦！我也不知道它叫轮船还是飞船，你看它后面的推进性很强力。那么先来试下手里这个炸弹吧，我把它直接放进了这个，我想把它直接放进这个，哎，你怎么掉水里了？我想直接把它放进这个洞里，差刚刚那么差那么一点点，哎，来了，这不是洞，哦，这是个坑，完了要被炸了，威力很大啊，威力很大啊，哦，哇，喂，不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奇怪的飞毯可以飞回来，继续来摧毁啊，直接把它炸到了甲板里面，这是休息区啊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一门电子大炮，二技能是一门电子大炮，轰一下会怎么样？哇、哦，哇、哦，不是船变两节了呀，感觉这门大炮就够了呀。还有这么多东西干嘛？这是弹簧，跳跃弹簧。喂，都得到强化过的吗？第五个是什么？喂，火焰，这是什么？炸也是炸弹，快跑！这个炸弹，这是一个小火球。哦，这威力太大了吧？哎，扔到这个泰坦，我如果站在这上面，我感觉会被炸飞。我离它近点。哇哦，好像不会炸飞，但是。哎，但是船没了，船没了，这里的房子也要炸毁吗？好，再给你一枚核弹。这个快艇逃生船也要摧毁它吗？摧毁得了吗？嘣，把我炸到了椅子上，难道这个地图上所有东西都可以摧毁吗？这是什么？和刚刚的炮不一样啊！点击激活，哦，没有用，改变目标，哦。那能打这个船吗？哦，也可以，但是威力不怎么大呀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是有点威力的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总不见得有威力了吧？啊？啊？哎，传送器！哎，你看我鼠标点哪儿，它就能把我传送到哪里。你看我传送到那块红色的板上，走来了，看到没？哇，好用啊！这个什么？许多小炸弹。躲一个，躲一个，躲一个，会怎么样？这不炸呀？炸！还是炸了。这个呢？燃烧弹是要把这个船给烧了吗？它会爆炸吗？哦，我懂了，这里还有游戏桌呢。燃烧弹应该扔在下面。哎，别进水，别进水，怎么滚走了呀？哇！蔓延开了，船被烧起来了，还有一把榔头，这个巨型榔头，凿，这个船没了。这我感觉现在威力最大的好像是这个核弹啊，这个太阳核弹，或者这个火箭炮，太阳核弹威力真的大，一炸一半艘船可能没了。Oh my god， 船好像没了呀。这个飞船我们才第一排武器，下面一排武器全部用过之后，才刚刚没有。能不能重生一下，重置飞船，重生。哎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次船不是快没了吗？已经快成了是一架飞机啊？怎么？啊？哪里能重生呢？这房子怎么都翻过来了？哦，船在那里，我看到了。船，这艘船，原来如此。那我直接到达船顶。好，我们试一下新的东西吧。我把第一排和第二排东西全部换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用啊。全部换位，哎，全部换位，全部是新的道具。那这次第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小红方块。没什么用。嗯，哦，直接消除方块，它能让直接消除掉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快递盒吗？C4， 快跑！我能放这么多 C4， 那怎么把它燃烧起来呢？我可以把整座船都放上 C4 吗？这也太不会爆吧？那这个呢？哎，哦，传送到小屋。这个呢？就坐下，没什么用啊。这个呢？钱撒钱。这个呢？披风。隐身披风，隐身，哦，导弹，哇，
真是导弹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也是导弹。那船不是一会儿我们直接到来到地底下了？哑铃是干嘛的？人中的哑铃有什么用啊？哇！刚刚是什么爆炸了？哑铃爆炸了吗？哎，船沉了。这哑铃会爆炸？哦哦，真是它爆炸！天哪，真是这个杠铃会爆炸！哇哇哇哇，不得了！沙发好像，沙发是哦是召唤出一个椅子，但是不知道椅子会不会爆炸。这个船反正是快沉了。最后的五个道具，我们试一下啊。我现在觉得那个太阳比较厉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指南针？没什么用。这个呢？哇！哦，这是大炮，把我自己打飞了。应该是个。哇、哦！果然，这大炮好用啊，大炮轰船好用啊。这个呢？望远镜。这个呢？有一个传呼机。怎么说？能召唤直升机来炸它呗？船沉了呀！最后一个道具，传送器没什么用啊。哇，好吧，我们今天游戏就玩到这了。是体验各种各样的道具，一个非常解压的游戏啊，来摧毁你的这个战舰啊，看看谁用的道具数比较少吧。我今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小炸弹，哎，这个小太阳，威力很大。不多说了，这片区域都会化为乌有，准备爆炸吧 ，boom！直接解体，好吧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点关注。我是小飞象，让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